你折是何意？我们上次恩怨没完，因为鹤发刀相过去。本姑娘好心好意来找你切磋武艺，你居然说打就打。你好，那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听说这个季节，河狸得鱼斗肥美宜昌。姑娘可否告知在下杭州城那里有好玩的地方？为什么要伤害我？那只不过是一个玩笑罢了。既然姑娘不愿意说，那就算了。你伤我太深了。姑娘眼肿了，在下怎么会伤害姑娘呢？开玩笑没有乐趣。在下并没有开玩笑，姑娘不要误会了。我原谅。谢谢姑娘能够原谅在下，拿姑娘请吧。你从哪里来的？我来自大市，我们家很有钱，我来打送游历已经三年了。多么富有？那是当然，我们家财万贯，可以买下整个杭州城。谢谢你近日的帮助，如果有缘再见，我请你喝酒。